嗨，杯面啊，刚睡醒，好冷哦。娜娜姐，安安，阿姐，安安。米莉，安安。现在天气真的很好，所以这才是冬天嘛。前天还在那边36、37度，哦，我昨天直接把那些毯子跟披肩全部拿出来用，我昨天真的好冷哦。祝福你，怎么了？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生日，生日快乐！好啦，让你舔一口，这就今天哦。我跟你讲，草蛇真他妈的也有够难看的。我是指颜色啦。那我的呢？你生日了哦？你不是二月生日吗？哎，你不是二月还是四月生日吗？脸上的酸会消失吗？干，舔一口而已，你一口是用牙齿刮哦啊！布诺安安，有没有免费的三明治可以让我吃吃啊？草遭遇啊！你的 DC 创办日期哦？对嘛，我还是没记错啊，二月跟四月啊。这草蛇真的是，你要三明治哦？要，等一下哦。现在时间加20分钟，没有，我操，是因为太亮了，加20分钟。你莫安安，啊！我的肩膀，洛拉安安。请问梦见露诺今天是不是晚点跑图？啊，怎么下雨？晚上了，没错啦，但是奈落后。都可啊，怎么了？不是啊，啊你不是现在没空跑，待会4点没空跑。我是在关心你耶，还是你可以现在跑图了？不，你可以4点跑图。
我看成你兔子脱，你兔子，你的裤子脱了吗？啊，换了。昨天我直接跟他，对，昨天我就说，裤子给我先换啊，给我先换裤子啊。现在还是晚上。等一下，我要调到黄昏下午。可以等我开完再跑，不然我现在关台啊！哈哈哈哈哈！今天本来就只是刷色尾而已，小小开啊，没有要干嘛。不然大不了只是鬼转光遇再鬼转回来而已啊。今天刷色尾吗？对啊。不然今天要干嘛啦？珠子还能玩什么？珠子没得玩了啊！还是在小弟那？好，这时间应该是可以了。黄昏了，阿钱你好了吗？吃早。多多安安。你要 BP 团是不是？我直接去我的聊，我去 DC 群问一下有没有 BP 团吗？哎，我看我拍什么？哦。那我先去看要吃什么啊！啊，游戏。草闪耀力，闪耀大大，等一下哦。小辣椒加辣酱，然后辣加咸哦。好多哦，小辣椒。小辣椒加辣酱，
等一下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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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哇，猫之翼，好久不见！感谢猫之翼27个月。你缺啥？你少什么？小辣椒加辣酱，然后辣加咸。你放到咸香料了。那没办法退出了啊，只能做了啊。有人在搞，有人在搞，青蛙啊，他订阅好久，他中间断掉很久了，他消失了，哪有啊？真的忠实的，应该说很早以前，现在来讲，我看看哦，一二三，你看，如果从我一开始有订阅到现在，已经91个月了，欸。真正老观众91个月了，
谢啦。你赶快去抓草苗龟什么的吧。有些多人台我都不知道在干嘛。什么叫多人台？你说联动台哦？不会啊。什么叫多人台啊？我不太懂。哦，很多人的台吗？还是多人联动台？不是，有些像我吧，我其实自己一个人开台很，真的很干，很无聊，不知道干嘛，对吧？我比较爱做效果的。所以其实跟别人一起玩我的效果会比较多，说来话长啊。你该不会又是指某人吧？啊，没事啦没事啦，你的说来话长我大概意会到了。呵呵，没事啦。啊干，如果再出现这一只色尾我会难过、啊，不是啦，哦，好吧，我误会了，意味深长。那 FB 来的算不算老？还好欸，我离开 FB 也四年多了欸，所以我勾勾不见四年多了欸，哎呀。好难拿回来哦。那现在其实开台的人越来越多。嗨，迪尔安安。跟主播聊得比较开心这样。我之前也都去一些其实比较少众的台，然后主要原因是因为聊天室没什么动，所以打字台主都看得到，都看得到，然后不容易被刷上去，都有互动感。比如啊，梦见露诺的朋友的台啊什么的。哦，很难看见呢。没啊，也不是说聊天室都没在动啊，好像没礼貌，是看台的只有两三个人。然后打个字随随便便也都是看得到的，这很没礼貌啊。没有，当然不是说露诺他朋友啦，是其实之前不是都有人回追过来吗？啊，回追回去，然后回去打招呼，然后挂个台，然后挂着一下，然后再回来去说哦，忙回来了这样子。
龟兔赛跑的乌龟吗？乌龟它的台其实还蛮多人会继续打，虽然都是那几个。哎，露露，你好，你晚上还会开吗？不会吧？好，妹妹猫安安。怎么了？现在是连问都不能问吗？啊，现在是连怎么了都不能讲吗？没啦，先问问嘛。搞不好晚上阿茄又可以玩了。先问问啊，雪莉安安，是不是有御三家的地方都有 NPC 在啊？你看，伙伴喵跟。草苗龟的点也有他站着，干嘛？明年会有新 Pokémon 的游戏吗？没有消息。哎，不过那个什么，应该要有了吧？因为上市的前半年不都像阿尔宙斯跟那个。珠子不都是前半年有消息吗？所以大概应该是，如果要暑假推出的话，应该要一二月就有消息了啊。我记得那时候珠子出来的前五个月吧，就有消息了呢。欸，像真传重置也是啊。有听说吗？有啊。1月11号不是吗？哦，今天冬季特卖欸。我刚刚其实还在逛，逛到一半突然想说，好啦，还是来开个台好了。还是来开个台好了。其实后面会躲一只欸。等等去看啊，去看一下小蒂娜的 DLC 吧。但问题我都找不到我想玩的游戏，所以对特价没差。有一些不宜播放的游戏，你应该可以看看啦，对不对？有一些可能小孩子不能玩的游戏，比如 GTA 5啊什么的。啊，怎么蝶儿还在？我以为蝶儿都是打招呼就跑了。我们那天才跟一个我的几个 mod 在那边聊说，天启的奖杯啊该怎么解之类的。我想说好难哦。GTA 是18加游戏啊。哎，这次雀魂更新还没上线过哎。
看能否搞出一个绘图的 mod， 做叫 mod。改天有预算，我之后考搞一个 PC 跑 AI。哦哦哦哦哦。虽然身为一个喜欢画画的人，也不是说会画画啦，喜欢画画的人，但是 AI 那个东西真的很恐怖欸。没有，他真的就是把一些人的图东凑西凑凑出来完成一张图啊，等于就是那 AI 就是他们不会自己画，他们只是把很多人的作品拿出来拼凑出来的。你恐鬼要不要解圣诞节任务啦？我解完了，我解完了，我第二天解，我第四天才解完的。怎么老人？解完了啦？还是你这次在约我？哇！每一次特卖都是逛一逛，各种想买，摸摸所有光边。不是我咳咳，我有一款游戏，我其实已经加入愿望清单，好像超过八年了吧。但那款游戏我最后始终都没买，它是一个兔兔格斗游戏。但是那款游戏怎么讲？它就只是兔兔格斗，就两只兔子在打架，就是两只脚站着的兔子打架。但是那个就是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你上线要再找到玩家是不可能的，所以除非是跟朋友对打才会有。那再来为什么没买呢？就是因为你要忍受兔子打架，会有一只兔子受伤，问完皮卡丘沙滩排球，那款我想有类似的沙滩排球，若出线上版的话，一定很红，对吧？对，或是小朋友骑打胶，挂好联机版这样子，哇，一定完爆！我跟你们说，还最多八人连线呢。我上次买的兔共萤幕的笔电，结果误被我放了啊，没修哦。加上绘图笔很容易画不出，哈？什么意思？我应该站在这个位置刷吧。像是 iPhone 的加触控笔，这组就很好用。我光是手套问题就，怎么叫手套问题？用不习惯吗？因为很多绘图板那些真的要配手套啊。不然你那个手其实它有那个嘛，摩擦性，不然你那个画在上面会很不顺。
天哪！天哪！小胖安安，大量发生加闪耀力，却什么都没有。天哪！哎，干咪咪，你那边放我鸽子，害我撑到了半夜没看到你咪我。草蛇好难遇啊，咪咪。我想说孝子也没醒着，我要等你敲我啊，你几点起床啊？孝子要几只？我没有要几只啊，我只刚好遇到大量发生。哎，你是怎么遇的啊？你是也是大量发生然后这样子遇的吗？我就只是好奇，想说刷刷看。完全清醒三点哦，我大概两点半去睡的。刷刷草蛇哦，正在啊。没有，是因为刚好昨天碰到大量发生，然后特地把时间冻结在21号。你抓到大量消失哦？你抓几只？啊，你抓了十几只哦？哇，把草蛇抓光耶，好猛哦，这人。那、啊、你怎么刷的？有技巧吗？快点教我，教我！你是吃遭遇力还是大大小小力啊？靠腰，踩到蛇。靠腰踩到蛇。你吃小小，你眼睛瞎了吧？我还特地挑晚上看呢、欸，因为晚上比较好看得到。哦卡，完了，设备不行了。然后嘞，怎么刷的？就这样刷。然后跑来跑去，看到五只就野餐。什么叫看到五只就野餐？怎么叫做看到五只野餐？
还是你少打一个十。看到五只就下一批，这么狠哦？还是这就是我刷不到的原因？我太贪心了，要看到十五只才行。一堆牛跟长颈鹿啊！哎，会吗？啊，为什么我这边没一堆牛跟长颈鹿？是说，哎，请说。我姜饼人不见了啊！不是啊，啊，刚刚要漏那个，不漏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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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ID 出来啊，他就忘记开啦。好啦，我知道你提醒我啦。让画面干净一点嘛。那明明有问一个问题，你平均一个料理出几只？社会无聊，我知道啊，所以那时候。那时候讲什么啊、很早以前菜渣在那边孵蛋刷社围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不开台孵蛋，他就讲了一句啊，很无聊欸。我说不会啦，会有观众想看啊。然后他就说好啦，再看看，然后就没有那个开台刷社围了。后来轮到我自己的时候，就觉得干真的很无聊欸。至少可以聊天说话，可是真的很无聊欸。你看，你与其开台聊天，不如去D台听歌，对吧？你看D台听听歌啊。平均两只一。我操！但还是我去吃你的三明治。但就不该问你，问你心好痛。为什么要问你刷社围的？你的闪耀力护符是不是后面有个加 ？Plus， 闪耀护符 Plus。
难怪你大量发生抓完了。他至少也让你出了两只蚂蚁。也是呢，我以为可以出到三只哎。真的是因为前两只蚂蚁升太快了啊，第三只怎么出不来？就像姐姐的白色猫咪，开局不到三分钟直接出，后面就不见了。猫咪不见了。不是阿奇，你想想，人家可以出到四只色尾，对不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料理啦，只是真的出不来啊。深绿色的蛇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颜色，哎，这不是我的啦，这个是培根的，对啊，颜色很明显吧，结果那个位置有一只白猫往后走，哈哈哈。你觉得晚上跟不清楚哦？嗯，我觉得可以耶，还是我们对于颜色的，我们对于颜色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白天更痛苦耶，我觉得啦。什么叫色尾也不能加速？哎，要白天了。关键是阴影下都差不多。你说这座山哦？好了，我们的米米都这么说了，搞不好我们刚刚已经遇到七只色尾了。对吧，咪咪？不是，拜托、哦，还记得我那天蚊香蝌蚪怎么抓的吗？对吧？要相信我的眼力啊！啊，对，改天要去买连发手啊！不用吧？安妮的那个不是可以用吗？哦，对不起，我看错了。我看错人打字了，啊，怎么还不买？连发手把该买了吧？连发手把好用欸。我把尼莫的字看成安番茄来打字，我想说，不是番茄鱼还要买什么连发手把？有了太阳出来了，就是料理是没了，一分钟。不是哦，你们都是红色 ID 又有够长的，看错了嘛？你看自己是绿色的。你知道你每次进来颜色都随机的吗？你可以自己去调颜色，你知道吗？
这边有长颈鹿啊，白痴哦、喔。对啊，就是差不多长度啊，就差一点点啊，差几像素的长度而已。好啦，应该是没有了，没有了。我每次抽到灰色教主的回留言率变得很低，怎么抽灰色？我就说嘛，你们只要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我回复率超级高的。啊，结果那一天你们大家全都是粉红色的。这样换到吗？有，你是绿色的。咪咪，我要吃。你看，就这样子，30分钟就这样过了。你看，我浪费了大家30分钟。啊，不要跟着我啦！妈，臭蛇，凶屁呀、啊！你在上英文课，好吧？没料，没料，没料。我再来看看颜色哦，等一下哦。盒子，你给我过来！有啦，这个怎么可能印一下我看不出颜色？你从凌晨熬夜，为什么？你很喜欢那个英文老师吗？你是不是喜欢人家英文老师？看一下现在几点，1:50哦。没有啦，我是说那个啦，我的那个 switch 时间。我今天是早八不能迟到，你这么乖哦、喔。你是三好学生吗？你乖宝宝欸，真的假的？我以为我的观众乖宝宝已经灭机了。大学生不就是要，哎，今天算了，休息好了。而且今天很冷呢，还好你熬夜没睡，你睡下去就起不来了。不是早八的课，为什么是2点3点起床？不对吧？你一定是半夜去抢劫偷东西吧？肯定是偷考卷什么的齁。你不乖吗？你是有上课吗？你现在没上课吧？抢劫有点过分。人家就有讲啊，啊你熬夜不睡觉是去抢劫是不是？有那句俗语啊。
规暗无困，是去做贼的、喔、啊。哎、欸、，Payday 三，我那时候也玩到好失望哦、喔，我以为会很好玩，结果他那样子等级跟能力分开算了，害我玩的好不知道在干嘛哦、喔。跟人赌了，睡觉是小狗，对吧？最近一堆小狗大量发生诶、欸，大喊汪汪汪！不是哦，就有人不喜欢狗，就喜欢当狗；有人不喜欢狗，却爱当狗啊。免税券，你知道想要机场免税店呢、欸？进去这间店就不用睡觉了，一路站到天亮。好像有在开车哦。怎么睡着了？醒醒！是好小、喔。有睡，但不多。那不就是前几天的我吗？我前几天真的是快充欸，睡一个小时，撑25个小时。好多阿尔宙斯很有意思的设定都没来，主宰好可惜哦、喔。啊，我觉得还好欸，我觉得卷卷的没来好可惜哦、喔。那天才跟喵哈在聊，因为喵哈的超那个叉字符没进来，他哭了，他就哭了，他跟我诉说了半天，我也跟他讲说，啊，我的卷卷鹅也没进来啊。然后那时候我们赖群有在那边聊说什么啊、就是因为下一代什么黑白版的宝可梦，这一次都不会入住什么之类的。他说啊，你再讲什么黑白版没入住？我就跟他讲了一大堆黑白版的宝可梦，你看不是都进来了吗？而且在 DLC 之前也都进来一大堆。然后他说真的哎，什么之类的，就自己在那边推测。我就说好。讲这之前，先想想再讲什么好不好？而且卷卷的明明就是第三世代的，他就说啊，不是第四世代的吗？我就说三啦，小光带着卷卷的去参加华丽大赛。
哎、欸，真的哎、欸，下一次要黑白复刻吗？轮到黑白了啊，不然嘞，真传都结束了，下一个当然是黑白啊。啊，我是觉得啦，四色版再该再复刻一次了吧，对不对？高清版的四色版应该要来了吧？小光是谁？带着波加曼那一只啊？对啊，四色版应该要来个可以玩的吧？哎、欸，不行哎、欸！我现在看到是草在动哎、欸，完蛋了！我们该去刷别的东西来养养眼了吗？养养眼。我问你哦，问你们哦，你们看到这个姜饼人的颜色会讲什么颜色？这个姜饼人的这个是你们讲咖啡色还是讲棕色？很多人会讲咖啡色哦，然后很少人会讲棕色，对不对？但是会有一类人讲什么色？咖色。我想说咖色到底是什么？哦，我说咖色就是咖啡色啊！我说，哈，哈，你说你管这叫咖色？哈，你认真？咖色是什么？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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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就棕色就棕色，咖啡色就咖啡色，到底咖色是啥小？然后他跟我讲说，因为粉红色就讲粉色啊。我说，啊对啊，那是因为他就是粉色啊。他说对啊，那讲咖色有什么问题吗？我说嗯，好啦，不跟你，我想不要跟笨蛋计较太多，只会减少自己的寿命，好吧？只会让自己更不快乐。就那天看到一个影片，就说，请问先生。怎么如何保持快乐的秘诀？他说不要跟笨蛋计较，然后记者就说为什么？然后记者为什么是要不跟笨蛋计较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人就说啊对，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你这样说不对啊，对，你都对。对，保持快乐的秘诀是什么？不要跟笨蛋计较。不是不对啊！啊，不跟笨蛋计较那怎么行？哦，对，你说的都对啊！哦，对，我觉得不是哎、欸，啊，你知道哪一部哦？对，你说的都没错啊，对。啊，对，你说的都对，我觉得不对啊！啊，对，你说的都对，啊，就是这个啊。我想说啊，好啦，他讲卡车就卡车了。好了，番茄，我要再吃三明治，番茄。怎么办？突然想吃口宣品哦。
不是想吃米米的了啊，米米在上课，你是没看到、哦、啊？不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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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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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了，不吃了。来捏脚吧。啊！没有可读取的储存资料。游戏内语言设定为繁体中文，可由游戏内调整更新的。嘟嘟嘟嘟。来，我们感谢番茄提供。居屋。游玩中请适时休息，在一场狩猎结束后记得稍事休息养精蓄锐，才能努力成为一流猎人。伸懒腰。这啥魔物猎人。哇，都是熟悉的装备欸。对啊，啾，欸，节操 ，Hello， 啊，昨天刷的如何？还是我们来刷 BP？ 捏还没捏，捏完角色我们再来刷，欸，也不行欸，因为我四点要跑图。嘎！欸，为什么啾的猫看起来那么帅啊？哎 ，GU 的猫看起来也太强了吧！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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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呀！赤色彗星。GU 的猫可以操作哦，没共鸣，没事没事，我只是上来捏个角色而已。天哪，这画质！好啦，不能计较太多。我竟然眯着眼睛在看。没有，这款要玩也是明年才玩啊，我们后面还要玩魔物猎人世界。我看到泡芙龙的衣服了。看完动画了，中文呢？啊，我卷到 online 了，是不是？白痴哦，等一下啦。不是，我想点。获得情报中，根据发布的数量。好吧，我知道，继续吃过期饼干了。对，我还没吃完，因为最近没有空吃它，又过期了一天。啊，没思好。花费一段时间很宝贵。
你好可爱哦、喔！啊，不能中文哈，想起来了。哎，不行哎，可恶！好吧，我想说比个那种头而已，啊，还是这个就好了。什么？抱歉。恐怖吧！好吧，看来能捏的东西真的不多哎、欸。我感觉预设就好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叫声。捷运安安。这游戏有机票？有啊，啊不就第一游戏那四个吗？怎么越来越裸啊？怎么？这样我会一直让他受伤哎。对不起，等一下，我这样我要好好选啊，不然。我里面挨打受伤的声音让我无法收敛，怎么办？好，这比较好听耶。
大哥嘛，更改颜色头发。怎么可能没马尾？哦，有马。我、哦、太大了吧！怎么办？其实我又很喜欢公主切。哎，节操里面可以再重捏，对不对？不，重新换发型，对不对？还是来玩弓箭，我来当桔梗。我还没想要玩什么武器耶，忘了不能，没事啊，一定可以啦。内衣颜色，这什么工会？哦，时代哟，哦哦哦哦。啊！这是什么意思？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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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消失一下。攻击模式，猎人工会的许多猎人熟悉的风格，能装备两个狩猎技，可根据狩猎情况适合自己的狩猎风格，是足够灵活应用各种情况。强袭风格最多能装备三个狩猎技能。更能累积狩猎技能表。什么叫狩猎技啊？空战，踩在魔物，可使跳跃攻击来增加骑乘值。武士道风格在精准行动，也就是直到魔物攻击命中的前一刻，啊啊，这可以改吗？因为感觉这个就是给那个啊，弓跟太刀的哦，可以哦，哦好，收刀动作类似风格，用收刀来持续招架，或是收刀来使用用。随时都能切哦，也可以踩在同伴身上啊，那就是这个了。将身体作为转轴，能挥剑时周围目标的范围技能，旋转身体进行回避。肯定选这个的吧？不不，繁星早，小伟早，没有没有没有，这只是来捏脚而已。我等下换游戏了，哈哈哈，宝宝。法布安安，我现在就可以离开，对不对？啊，他点头了，说可以。他说可以，我们离开吧。哎，没错，我在玩《牧场物语》。啊，这个不能放这边啊、哦。达菲利，
等一下，那我这个东西要重新调哎、欸，我调个位置哦、喔。然后等一下哦、喔。哎、欸，乔希啊，干嘛啦？在调哦。农历院主席研究员，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可以。那边招待所当做邻家、啊，哎，草泥马、欸，梦见露诺，那是英文呐、啊，应该也看得出来啦，没事没事没事，从清单中调和选项。好诶、欸、我们结束了。好回来。萨尔达的时间。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一代萨尔达太简单了欸，还是因为曾经有玩过旷野之息啊，我真的觉得佐纳乌太强了，对不对？佐纳乌再加上那些装备合成系统太强了啦。哎、欸，番茄，你还开着吗？还是你在捏脚？没，你要吃哦。没有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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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我没有要吃。你在逛东特？哦，那你逛啊。草蛇觉得很开心。被雨水灌溉，啊！我其实今天在思考要不要开啦，因为我不知道开什么，但是又想要来看一下草蛇多难刷，哎，运气不好什么都难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你知道我们有一款游戏买了没玩吗？哪一款啊？哪一款？下款。那应该蛮多款的吧？我不都在当游戏渣男吗？还是你是说《狂野之心》？《狂野之心》我前阵子有载回来，因为阿旺他们有玩，想说。然后进去跟他们玩一玩，拿一个我不顺手的武器跟他们玩。这个是什么东西？看一下哦。异国探险队哦、啊、那款不是就是 L4D2 的那个马木乃伊版本吗？因为
因为那时候特价超便宜的，想说赶快买一买来玩、啊、不到100块不是吗？我记得70几块。啊，那时候也找不到人啊，在哭。哎、欸，我走这干嘛？没有，我稍微跑一下，等一下换，等一下看看在玩什么。天哪、啊！应该也关台了吧？开台跑每日有点要干嘛？碍于 Switch 跟 PC 能玩的操作不多，很多图不能跑。哎呀！有了，我等一下跑到定点之后，我去，我知道开什么台了，哈哈哈哈哈，想不到吧？换光遇了？没有，我先去踩个点而已，待会4点要到的点。我觉得风道的风有变大欸，害我好难跑、喔。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感觉关羽没啥压力，压力大的嘞。每次卖的东西都差不多榨干你这个礼拜，哎，这两个礼拜所换的一些蜡烛。关羽其实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和谐，他还要看人家怎么玩呢、啊。如果你会玩的有压力，表示说你有想要的东西你拿不到，所以导致会有压力嘛，对不对？压力都是被施予出来的啊。就像好，你今天这个东西卖100块钱，那你每天赚10块钱，那你说那个10天才能赚到100块，对，那就是关于这款游戏，就是我们现在有东西有卖东西，然后你一天最多就20-21根。那他一次卖150块，那你是不是5-6天这样跑一跑的钱就这样没了？但是他只卖一样东西哦，啊，他如果一次卖了7-8样东西，你是不是会觉得有压力？就只能花钱或什么？至少我看的没压力，那是因为你还不懂这游戏。我上次在阿尔宙斯光是去抓三云，压力就，哎，不是4云吗？没错。我来玩这款，好啦，我们就玩到4点吧。哎，玩到4点关台。到了。我当时以为我可以用记忆手把，然后就这样记下来这个按键，
又发现不行欸，他的记忆手把按好快哦、喔，一套按完之后，他直接给我进行战斗欸。哎、欸，问一下哦，如果特性是沙穴，对上特性是逃跑的话，是沙穴会赢还是逃跑会赢？应该说沙穴或财影嘛，对上逃跑特性，是逃跑会赢还是沙穴会赢？这让我想要脚本软体，就是之前好像是 GBA 上面的吧，还是哪里的？梦见露诺四点跑图啊！梦见露诺，你能跑吗？先说你能跑吗？你不能跑要跟我讲欸。就又在圣岛一个人那边看着蜡烛，想说烛光晚餐有没有？就只能盯着蜡烛。欸，杰超，你的 BP 抓够了没啊？可以逃走或使用瞬间移动，但不能换下来。哦，所以逃跑还是赢哦？可以。我主要是开神兽哦，所以你开到神兽图鉴，你就觉得无所谓了，是不是？哦，早讲嘛！还有那天想要帮你揪 DP 团，你还在忙是不是？你还在忙要讲欸。那有逃跑的异步很强欸，没有拿点心。你弄完了哦？哦，好啊，那等一下来跑，等一下小跑一下圣岛在观台如何？你跑欸，我是说等一下你小跑一下圣岛在观台如何 K 然后打个 N 极友圈等级没拿，点心没拿，就是极友圈等，就是极友圈的啊，我就是讲这个啊，打妹打妹了是不是？这就打妹了是不是？我们的梦见露诺不是应该要长大大了吗？还是你回去复习这段记录档，你看我怎么跑。GTA 下雪了，该揪小迪玩了吧？如何？我们揪小迪在 GTA 下雪的时候抢劫，要不要？可以齁，好啊。你揪吧啊，叫番茄去揪，然后番茄完全，我跟你讲，我一定要在车上跟小迪，欸，小迪车上也可以拿雪球，欸，他说怎么拿，你按，我就说你按按看 G 有没有，没有的话按一按 F 看看，然后再跳车。为啥是火？因为我们还差一关就有那个中心不二了啊，依序进行啊，因为我们两个害羞。欸，我那天问小迪啊，就是我那个为什么丢不出来的时候，他真的好强哦，他一一排解。他说：“嗯，我看没问题啊，对啊，东西都设定到啦。”然后他就说：“
啊，我大概猜到那是什么东西了，结果弄出来，哎、欸，他猜错了。然后后面他就说，啊，我好像真的知道是哪一个问题了。然后就是点了点了，结果发现，哎、欸，真的是这个问题耶，哦，超强。繁星松饼，这个是姜饼，不是松饼，这个是姜饼，还有夸松哦，夸松，你少来啊！怎么我少来？姜饼屋哦，你知道我对姜饼屋的印象停留在我的补习班，以前国小补习班，他姜饼屋怎么姜饼屋你知道吗？正常来讲，姜饼屋叠上去是可以把姜饼屋直接吃掉，对不对？结果他那个姜饼屋是用那种硬的厚纸板，先弄出房子的样子，再把饼干一个一个粘上去。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些饼干都不能吃。你要吃的话，要把它摘下来。摘下来的话，那个，哎，应该说放上去嘛，好看。但是当你不想看它，要吃它的时候，饼干都软掉了。哎，很难过哎。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吃过姜饼屋，哎，都只吃一些软掉的饼干。我那时候也是拿到我们那个全幼稚园不补习班第一名的姜饼屋，而且重点是我拿到的那个饼干都应该说别人都可以拿到像圆形饼干吧，每个人20个就可能拿来拼屋顶啊什么之类的，我拿到的时候只剩下10几个而已，就是不对称，导致我只能就是用牙齿咬一半，然后这样子慢慢叠出来拼出来的。然后再就是糖霜嘛，用个波浪形，然后波浪形的上面就加一个圆圆的东西点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完成之后，哇，吊打我们班所有人。然后我为什么我会说都软掉了？因为我的姜饼屋被拿去展，拿去那个就是柜台展示。当其他人都可以带姜饼屋回家的时候，就只有我的姜饼屋留在那边，摆了大概3天4天之后，我才可以拿回家。所以呢，我想要吃的时候，我手摸上去要摘下来的时候已经软掉了。哎，亚德安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的姜饼屋是软的原因。哎，很难过哎，盖那么好看，结果自己不能吃。然后那时候啊，为什么我会拿到第一名，就是因为我用那个糖霜啊，糖霜那个挤出了一个小雪人出来，那个是连我们老师都挤不出来的方法，我就有办法挤出来，导致我那个被拿来展示。其实很简单啊，我们老师都没想到而已，就是类似小熊软糖嘛，你就只是用小熊软糖当那个核心，你把那个糖霜挤在小熊软糖全身啊，不就是一颗球了吗？所以就固定好了嘛。于是聪明的我拿了牙签，然后就是从那个硬纸板戳，应该说饼干戳下去嘛，就是一个梯，一个像图钉吧，我就是用竹签用一个图钉的样子出来，然后我就挤了两个小熊软糖上去。于是呢，我就是这样子把那个两个小熊软糖用那个很像雪人的样子出来，我就这样拿到了第一名。哎，小时候的我真的很机灵哎，鬼点子超多的。啊，我国中那时候家政课嘛，不是都会老师都会叫学生都是去买那种很像冰棒棍的那种屋子还是什么样来做吗？那因为我国中那时候礼拜一是去记忆教育班，因为成绩不好啦，
然后老师带我那个就是有报那种高职的那种记忆教育班，所以我其实家政课都没有参与到，但是还是要买那个东西。那于是有一次刚好记忆教育班是那个他们高中生要考试，所以不能让我们去啊，我就难得参加那个家政课之后，就看到哇，他们的房子都盖起来了，我还没盖。然后于是我花了一节课的时间把我的房子全部盖好，我还放我的设计很像那种沼泽小屋，然后有那种码头还是什么弄出来。我们家政老师就说：“同学，你是天才吧？”啊，好风光啊我。然后那时候我们班也有人，就是三四个人，那个就是集资给一个人做，摆明就是三四个人不想做，给一个人做，然后他就盖了一个超大的四合院，超强欸。然后于是我们班的人都喜欢拿我跟他比较，因为他素描很强，应该说他就是你有图案有东西给他，他都弄得出来。啊，我不一样啊，我就是喜欢随便画随便撇随便搞。啊，简单来讲，人家是就是可以画的一模模一样样，但是就是要有图片给他啊。我不一样，我是随性发挥啊。人家想要的 A 东西，我硬要去画成 B， 导致我的美术课为什么会被不及格，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素描不强，我画什么都不强，但是就是我凭空想象很强。所以我那时候国中，我就说我国中美术不及格啊。然后那时候老师就说：“奇怪，这同学怎么会美术不及格？”然后老师就说：“我叫他画素描，他可以画什么东西出来？”我还听过有人把太阳画成绿色。哎，这其实就是关于一些人的创意或是什么的，因为也有人就是把太阳画成一些奇怪的颜色，表那个导致就是发现他一个罕见疾病啊，他有色盲，就是罕见的色盲疾病，就是他比如说人家看到的东西是彩色嘛，啊有些人觉得色盲就是灰色或是只能看到绿色跟蓝色还是类似那种颜色，对不对？但是有些人的色盲是就是紫色红色这样子，然后被侦测出就是罕见疾病。对啊，就是有些人的眼中就是这样，你不能怪他，他看到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他既然看到黄色是绿色的话，那为什么他在挤颜料的时候不是挤黄色的那个颜料啊？你懂吗？就是如果他既然是看到绿色的话，那他看到黄色的颜料应该也是绿色的，所以他应该会去沾那个绿色的颜料才对啊。对吧？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思维去设立别人的立场啊。那句话怎么讲啊？不要去定义别人的身份。哎，那叫什么？哎，快点，露诺，我们的仙乐太子讲的那句话叫什么？不要自己设立别人的立场啊，什么立碑啊，还是叫什么的？对，就是你不要，这个人其实真的不怎么好，是你自己把他想得太好了，对吧？就是你不要去擅自就觉得说啊，他一定心情不好啦，不要去惹他啦之类的啊，人家其实是。话比较少啊，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他心啊，刻意不跟他说啊，他心情不好。哎、欸，好像真的不知道开什么，开这个就好了、欸，反正聊天嘛。虽然很无聊。
虽然真的很无聊。哎，偷偷说啊，我私下这个又刷了一小时，前天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我今年刷得到黑色裂空座，哎，啊，就是因为我收到一个生日影片，是祝我早点刷到黑裂。我也想早点离开这边啊，继续去抓娟娟的。唉，但娟娟的还是去阿尔宙斯抓，哎，靠腰啊！哇，你这一个是上钩拳欸，天哪！感谢尼莫的五小起点，你刚刚一个上钩拳打了我下巴欸，啪！哇，感谢米奈的订阅。哎，你有想加兔窝吗 ？DC 群要的话，你截这个订阅证明去 F 我的粉专，我讲话都有点超灵呆。去我的粉专，然后去我的粉专啊，截图去我的粉专，然后我会晚点帮你处理。看来最近。口音开始都被影响了，虽然他口音也没有讲的粉砖啊啊，还有什么你怎么抑制？你怎么抑制？嗯，还有什么小胖，你们家主播还要讲什么？我直接讲，把人家讲出来。你做什么？冬至吃甜的声音真的，冬至吃甜的声音真的会超奇怪。你说锁喉、哦？昨天晚上才在那边吃汤圆，刚才讲说我真的不爱吃汤圆，你至少一碗糖水里面给我加一颗汤圆就好了吧？为什么我不喜欢吃汤圆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啦。红白汤圆就，诶、欸，红白汤圆其实也不是说不爱吃，就是之前吃咸汤圆吃太腻了，吃到有点讨厌，有点怕，就是都吃什么哎、欸，猪肉汤圆啊还是什么的，然后那里面的你知道吗？那时候就是那碗汤里面料真的太多了。导致我汤圆根本来不及吃的时候，它已经化开了。我就像在吃猪肉汤，只是有一些很隔的东西。买了再睡五分钟汤圆。你看哦，汤圆不就是糯米做的吗？那用糯米粉还是什么东西做的？我们的珍珠应该也可以吧，对不对？你端了一碗热热的珍珠奶茶给我喝，那我们是不是就吃汤圆了？一样嘛。怎么了，小胖？怎么了？概念上没错，对啊，就是人家现在中原普渡还是拜拜都用麦当劳一样啊，所以。你还是端一碗热热的玉米浓汤，不是玉米浓汤啊，珍珠奶茶给我，我会更开心耶。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要颠覆传统，阳泉酒家，我们要出的新菜品叫做奶汤圆，鲜奶汤圆。鲜奶茶汤圆是什么东西？珍珠奶茶，还给你那个汤匙，让你装优雅，对吧？那粽子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啊？粽子可以用什么？有什么东西也是三角啊？那叫什么？德芙？哎、欸，不是德芙，那叫什么东西？三角巧克力那叫什么？嗯，瑞士三角巧克力，
我们要在冬至推广用汤匙吃汤圆，很合理吧？这样子，这样子，我跟你讲，你骗小孩子吃什么？哎，吃一颗长一岁哦，他肯定珍珠奶茶吸下去已经三四十岁了，对吧？鼓励小朋友吃汤圆，用珍珠奶茶不就好了吗？而且反正都甜汤圆嘛，你红茶加奶精，一样的感觉啊。哎，我其实人家说端午节那阵子不是早中晚都是油饭吗？啊，不是油饭啊，都是粽子吗？啊，不是每个人说什么吃一个礼拜吃到吐之类的，但我没有哎，我那时候就是每次都有油饭的时候，不是啊，因为有粽子的时候，因为我蛮喜欢吃油饭的，有粽子的时候，我其实早中晚都很开心哎，反正肚子饿去热一下就有粽子吃了。然后就其实每次家里的粽子都是我在吃的，但也导致我就是肚子胀了好几天，但是还是吃得很开心。反而是月饼啊，月饼我比较喜欢吃就是咸蛋黄的，我没有不喜欢吃别的啊，只是最喜欢吃是咸蛋黄，然后。啊，月饼热量又也很高啊，对大人来说其实不太好嘛，就是胆固醇有点过高之类的，导致呢啊又是我在吃啊，每次月饼礼盒有的没的都一大盒一大盒，我真的是吃到会啊，最主要是那个会掉屑屑，对吧？啊，每次都是装在袋子里面吃啊，吃完就是把袋子打个结就丢掉。看来蜜月油饭是那很棒欸，还有鸡腿欸，有鸡腿油饭又有蛋欸，好吃欸。蜜月哦，还是满月油饭？之前收到我弟他们朋友的那种就是满月的油饭什么的，我是吃得很开心啊。再刷两只又要开光浴了。对，四点了。对啊，还是我带到吃馒头那边为止啊。还是慢慢来，先让你看圣岛怎么走。不对啊，这样子直接带完你看雨林就好了。带到灰啊，靠腰啊，要两小时。而且妈的，昨天你五点半就说好了，来小弟那吧。那时候才五点半呢，五点半你一个半小时可以带到灰，你教我好不好？你教我。除非那天是大辣在那个大辣在雨林，然后任务在大辣在雨林，然后任务在晋阁，反正任务大辣在雨林或晋阁的话，然后那天又刚好有黑石，才有办法一个半小时哦灰掉。对啊，就是要有黑石啊。而且你的跑图路线是要刚好有雨林，那个雨林跟那个晋阁才有办法。今年入坑很刺激，圣诞节有三大兑换表啊？
不对啊，五点半可以带小弟那，可是我们九点才完、欸。不是啊啊，就是五点半我还在跑图啊，我跑图是要怎么小弟那，而且不用吃晚餐哦。你五点就说来玩小弟那，那啊吃晚餐的时间怎么办？哦，你说兑换了三个区域哦？对，我还真的没吃晚餐哎、欸，哎，我昨天也没吃啊。我昨天其实，哎，四点了，梦见露诺上线，梦见露诺上线。启动。鬼转，真的鬼转哎、欸。宝可梦鬼转光遇，想不到一个月我玩了122小时，对不对？很恐怖吧这游戏。当时玩的时候，我不懂。我其实那时候就真的是当米虫啦、啊、人家下线我就下线。可是当自从会跑图之后，我泡在这个游戏上的时间会变很长。没有，人家新手啊，他猛心。好拼四点准时上线，没有啊，你跑完之后后面的事情就可以更多可以做啊。你有更多事情可以做诶、欸。喂啊，任务嘞？我怎么没任务？哎、欸，我要去这边捡是不是？云潮谢谢，可是手机不是啊，手机可以在那边捡呢。小胖自己签啊？啊？看到没？我的鸡蜡也不见了。哎、欸，怎么都在这了？峡谷哦。小胖传我。梦见露诺上线，你没在线上，你传小胖。你传小胖，那小胖怎么传得到我啊？咦？我自从养了无意，我一个月只做一次无意长翅膀的梦，哎。完了，小胖也没在线上，还是小胖无法传送小胖。完了，小胖，你们家主播消失了。你可以吗？你不行，我回去带你了。你看看番茄的，不用，我来了。啊，那你传番茄，我传你好了。哈哈哈哈。
好，梦见露诺，你没有。看来被霸凌的人是我，阿奇的也不行。哎，我也不能传你耶。你在哪边啊？你在云巢吗？海胆先吃吃。不是啊，你吃海胆，我还是……好吧，那你先吃吧。是谁？小野安安，你无法进入你朋友的地图。怎么那么麻烦？怎么那么麻烦？哇，那不能呢，还是关台好了，还是关台好了。靠！为什么你还是可以传我啊？啊，还是你要用 PC 才行。小野怎么了？我不知道啊，刚来就关台了，开很久了欸。PC 传 PC， 可是我是 Switch 耶、欸，我是 Switch 耶、欸。所以你，啊，是这问题吗？可是我们那天传，我们那天玩，我们那天投胎，我是用 Switch 耶、欸。哎、欸，对耶、欸，你是 PC， 我是 Switch 耶、欸。还是你要赶快换，你要赶快换吗？你换过来，小胖在这，我在这哦。啊，吃完再换啊，你吃完再换吧。所以阿且你刚是用 PC 对不对？狗狗是 PC 啊，那难怪了，抓到原因了。那15分我等你吧，等你跑一跑。我们来听狗狗。来，番茄，我们来听熟悉的歌。不是这个啦。哇，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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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旗安安，好像什么？不是？难道光遇你们想看吗？吃完你换 PC， 对你换一下 PC。哎呦，
啊，借我签一下啊，按错了。这个啦，他刚刚那个是因为他是加自己的那个风格进去啦。其实路诺，你圣岛应该都知道怎么跑了吧？已经跑，让你跑三次，应该都记得了吧？没事没事，那个到时候啊，到时候不是到时候，等等，等等就有直播记录档了。他硬去抽，最喜欢看人家在抱抱的时候冲上去蹭了。连发手把多少钱呢、啊？会比较贵吗？你如果单纯只是想要挂连发的话，跟原厂比，要看你用途你单纯想要只是连发用的话，可以买便宜一点。啊，如果你是要好用又要好用又要那个拿来挂的话，大概买一千多块的吧，一千几啊，1300-1200左右的。因为有些连发手把按起来很像玩具手把，就是如果你单纯只是要挂那个学员站啊挂什么的，啊没有拿来用的话，你可以买便宜一点的。啊，如果你是要边玩边用的话，像如果你要玩那个斯普拉顿啊，用那个用近战的那种刮，哎，什么刮雨刀啊？或是那什么笔刷的，那种要买贵一点的比较好。你又要出门了哦，拜拜。十点后再说啊，搞不好我睡着了。怎么上线了？好。抓到了哦！
走开，离开我，你走。不要哈。可是你们等等还是要切，因为回忆镜会断。我这边也带过你两次了嘛，我不是教你怎么飞过了吗？怎么好像有那种抓奸的感觉啊，对不对？梦见露诺，你现在应该是笑得很开心吧？又被抓到了。三个喷射机，大断线呢？露诺，你应该知道再要往哪边跑吧？就往这边直直飞，往大花的地方飞，还记得吗？出去直走，贴着左边走。哇哇哇哇哇哇哇！花没吃掉，没吸干净，我还有花，花长，这是免费的吗？等一下，有 bug， 有 bug， 有 bug， 这个直播记录不算了。歌好大声哦！换一下，换一下。看得到我上线了吗？无法进入你朋友的世界哦，就要过图。有吗？开得了吗？
不过跑雨林有点麻烦，是因为它每天的花会分两个模式。像比如说你那边不是有一个花，那个一个火嘛，已经炸了。那另外一个模式是花会长在这边，像昨天花就是长在这边。露诺，你还行吗？不行，赶快跟我说。我跟你讲，我现在手是放开的，那个手把的，它画面一直在动，就是我的陀螺仪开始飘了。这有好有坏啦，坏处当然大于好处啊。好处就只是你看这样子慢慢切镜头，蛮好看的。没有，这是我自己按的。我还是没上线呢。好，我到底是什么原因都没有上线啊？究竟是为什么？偷吃，你要偷吃，来啦，偷点火啊，你就没上线在等你，当然要点一下火啊。好啦，我知道啦，小胖来，小胖走。欸，晚点我带你们去捡那个啦，自己签的，自己签，我点不到你，自己签，自己签。晚点要带你们解一下重组技任务，外门打不开。好啦，出发咯，23分了，完了，后面应该是跑不到了。欸，不对，露诺，你等一下先下车，我背你。不然我点不到蜡烛。喷射机感觉它可以一次最多八个人一起飞。很帅哦。还怎么主动下来了？欸，今天花束怪怪的啊，都要烧两次欸。然后这边这个捷径呢，要帮你们解任务才能过，所以晚点要带你们解这个捷径。
不然你们过不了啊。不是这里啦，是在前面一点的门。没有，因为这款游戏就是没有扫荡券这个功能啊，所以你左上那些都是要靠自己，也不是说靠自己啊，一定要人为跑图才有办法拿到。你也可以像那个露诺还有小胖这样子，就是寄生在某个人身上。干嘛？你就像被勾引走了，你这样露诺会哭欸。早日上叉霸，可是上叉霸我们就很痛苦欸，因为我们没有礼包可以买。到时候叫你买叉霸的礼包给我。然后你说你没插吧，我会打人哦。哇，30分了，后面都没办法跑了。没事啦，我当时也只跑这张图，就花了我一些时间了，那时候还不太会跑。后面跑图要花大概5分钟，
所以我们先跑到这边去海胆，不，大家去馒头。哎，好了，准备关塔。嘟嘟嘟噜嘟嘟噜嘟，你才，你以为看台是不用钱的啦？你的订阅头像呢？刺刺，没有啦。看台不用钱吗？不是免费看的吗？啊，是要看什么啦？我猜什么啦？以为这是免费能看的吗？氪金过头，氪金过头又怎样？请问一个已经打折的订阅，还氪金过头都花不起吗？那我等一下去你们隔壁那个一只兔子的台看看他有没有头像啊？你有他的头像，我就开始请了你了哦。好好记住你刚说的话，氪金过头了啊！我等一下就去看别的台，你有没有头像？有头像我就要请了你，没有就没有又没关系。讲氪金过头，下个月不没啦，我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请乐一下而已。哇，我这个热的东西才十分钟就冷了、欸、我不爆，我不爆，我现在情绪低潮。你叫你们主播下来让你爆。躲开。走开！哈哈，哇，是这样子给的吗？哇，那利恩还有好多人没有头像哎，利恩，没有啦，小胖，你牵我啦，我要关台啦，你牵着我，你牵着我，你牵我。牵我，你牵我，你牵我，你牵我，牵我，然后小心不要坐到椅子哦，坐到椅子我们手就断了哦。好了，小胖 go go， 我要关台了，要吓死你，跟你讲。好啦，感谢大家今天收看。哎，不是，因为今天太冷了，太晚起来了，我也四点想跑光鱼。好啦，我全部的会员与订阅都是交给手机、欸、哦，你是被冻结了是不是？那我等一下去一只兔子那边看看有没有你哦、喔、一直在提好不好，我等一下去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你的会员、欸、你的订阅。你干脆一点，这样
什么意思？直接降落过去？我不要啊，怎样？我不要啊，不是讲的，我平时很少去降落陌生人的台啊，这样降落过去，哎、欸，他生日刚过哎、欸，你就有人家头像嘛，还三个月订阅，哇，抓到了，我来蹭馒头，来啊，来蹭啊，好啦。关台啦，那次次说要揪过去的哦。RAID， 从犬太那边认识的。哦，所以嘞，好啦，没有啦，开玩笑啦。好啦，大家晚安啦。哎，记得穿暖一点，吃饱一点啊。再冷一点就可以杀来吃了，各位加油，吃饱一点啊，增胖一点啊。好啦，大家晚安，快点，我们在倒数前还可以讲拜拜，快点，赶快说晚安，快说晚安啊，吃晚安。还有谁？没了吗？没了，歪了啦。丽恩晚安，感谢镇定，小胖晚安，露诺晚安。番茄晚安，锦旗晚安，莉莉晚安，莉莉安安，莉莉晚安，锦旗安安，锦旗晚安，晚安，无聊再开刷裂空座的吧，好啦，拜咯拜咯。